封盖的要切下来的啊，给大家留下的，你看留下底下的话全是好的，全是封盖蜜，天然纯熟、自然纯熟的这种封盖蜜，不是那种浓缩蜜，也不是那种添加蜜啊。这种蜂巢蜜的话特别特别的好，也只有这种的话大山深处的这种土蜂蜜才会有这种的，一般来说的话养殖出来的话它是不会有这种的。所以咱们这个蜜的话，蜜源是特别稀缺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就是至少要比普通蜂蜜高上3到5倍。所以你看，这为什么这个咱们这个价钱比较高，价钱比较高，但是质量的话绝对是一流的。我们做土蜂蜜做了12年了，土蜂蜜做了12年，每一年都是这样的，深山里面给大家一点点的取。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做活动，1斤88啊，两斤160，2斤160，4斤的话是300，4斤300，4斤活下来的话70块钱，4斤活下来是70。所以今天现在要开40，4斤的话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这个蜂蜜的话也比较稀缺，这个也是在直播间有的，8斤的话今天都特价580，8斤给大家580，有需要的话就下单啊。这蜂蜜的话非常的好，没得说的，质量的话没得说。知道我们老客户的话都知道，咱们做蜂蜜做了12年了，不是说那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们的话所见即所得，你收到的货就是这样的。这个蜂巢蜜啊，蜂巢蜜嚼着吃。嚼着吃，嚼个3-5分钟，然后嚼至无味的时候把这个渣子一吐就行了啊。今天的话真的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有需要下单的朋友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山里边信号不好，信号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给大家回复的话不及时啊，屏幕的话我不怎么看。然后你们下单的客户啊，下单的客户需要哪一种蜂巢的啊？有1年新巢、2年老巢和1年半的半老巢，你们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去联系客服，在线客服的话到时候会回复你们的啊。哦，大家看看这一片，这一片的话怎么样，这片的话也是花粉比较多的，一开始取的花粉不多，这一批蜜的话花粉比较多，有喜欢花粉的朋友到时候拍下要备注啊，备注要花粉多的，但是我们尽量给你挑。那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话会处理，尽量割掉，因为这个的话老客户应该都知道，花粉的话它营养价值虽然是高，但是它口感不怎么好，有点酸有点苦，尤其是含蜜量比较不好，所以咱们割掉一部分，你看这个花粉量割掉一部分，有点干巴巴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老客户的话，喜欢这种的话就拍这种，不喜欢这种的话，你就正常拍就行了。正常拍我们一般都会给含很少的花粉，少量的花粉，不会给大家弄太多的花粉，太多的花粉弄上的话可能也是浪费啊，也是比较浪费的这种。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卡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咱们继续取，继续给大家取啊。这一箱蜂的话估计能取上个20斤左右吧，这箱蜂还是比较旺的，桶比较大啊，这种是立桶啊，这种是立桶，一年取一次，每年8到10月份取蜜，每次取一半，取一半留一半，另外一半跟蜜蜂过冬啊。有需要的朋友，需要的那个朋友啊的情侣兄弟家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蜂蜜的话，你们买回家的话，绝对是没得说的啊，真正的土蜂蜜，真正的土蜂蜜，绝对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看一下这蜂蜜太好了，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都想吃。真的太棒了，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啊，可以下单。今天我们的话，这个活动力度也比较大的，一斤的话是88块钱一斤。往年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往年的话至少这是卖108、110多。今年的话是疫情原因啊，我们做活动，88块钱一斤，两斤的话只需要160，两斤只需要160，四斤的话只需要300块钱，4斤300，合下来75，2斤160啊，2斤160。然后八斤的话我们算下来的话是给大家算的是580，就是70块钱多一点点，72块多钱吧。反正这个蜂蜜的话非常难得，也只有每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取完之后的话就是明年的了，有必须要等到明年八月份才能卖。所以这个货的话边卖边取，我们是边卖边取，保证新鲜啊。蜂蜜首先第一个要保证它的新鲜度，虽然说保质期长，但是越是新鲜的蜂蜜，刚从蜂巢里取出来的蜂蜜，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大家知道吧，口感是最好，其实它营养价值是最那个啥的，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最佳状态。如果说你要放了一段时间的话，它那个营养价值呀、口感啊什么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变化，都没有之前刚刚取出来的好啊。所以大家可以尽管下单，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从蜂巢里边取出来。又卡住了，咋回事？又卡住了。我们是从蜂巢里取出来的，所见即所得的，卡住了，不好意思，又卡住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蜜，所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山里信号不好，哎，不好意思啊，体谅体谅，山里信号不好。这个蜂蜜的话，
秦岭啊，为什么说是秦岭的蜜源比较好呢？因为秦岭它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它也是世界三大蜜源地之一，它拥有成百上千种的蜜源。这种蜂蜜的话，不管说是你的鼻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啊，这种的话效果非常好，尤其是便秘啊，就是那个啊便秘的话。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啊，如果说遇到这种好蜂蜜，不要错过，哪怕你一开始不了解，你可以买上一盒回去试一试。这种是所见即所得的。直接从蜂巢里边取出来，不能做假的蜂蜜啊，不能做假的蜂蜜。新客户朋友的话，他可以下一单；老客户朋友的话，也可以去买蜂蜜啊，也可以买蜂蜜。咱们这个榨蜜的话也是全程直播的，以前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榨蜜也是全程直播的。今天是取蜂蜜的啊，榨蜜的话以后会在下一场直播给大家榨蜜。今天的话主要是取巢蜜，取完巢蜜的话，我们回家把它装成小盒子，就是我们图那个。那个链接里边的啊，巢蜜蜂巢链接里边的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号链接是蜂巢蜜，二号链接的话是蜂蜜。蜂巢蜜的话，今天有特价活动啊，蜂巢蜜有特价活动。大家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秦岭的蜜源的话，首先啊，蜜好是因为它环境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周边这个环境啊，秦岭大山，真正的秦岭大山啊，深山无污染的秦岭大山，周边没有任何污染的啊，这种的话，现在只有少量的农户才有这种的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我们这个巢蜜的话，今天取了，一直在取，啊，反正就是慢慢的一点点来，每天的话就只能取上个三五十斤，就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它不是说是那种批量性质的，一天卖几千斤、几万斤，咱们不可能，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知道吧？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我们靠的是啥呢？我们就是靠的勤劳，靠的是咱们真实的一个现场，把这个东西卖给大家啊，销量不大，但是很真实啊。这个东西的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板仓这个是不要的，你看切下来很多不要的，这就是未封的啊。底下这三片的话，就是留给蜜蜂了啊，留给蜜蜂过冬了。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取了，这三片留给蜜蜂过冬，我们冬天不喂白糖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它比较好，蜜源比较好，所以冬天它也一般，只要留上一点，它就可以能过冬。看这个取了一下，估计有20几斤吧，可能又取了20几斤，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多的。之前的话，有的时候才取的三五斤也有，10斤8斤的都有。今天这个你看一下，特别好啊，特别好。上面是有点花粉，回头的话我给大家处理啊，能处理就处理，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拍的时候就备注要花粉就行了。你看这个板子上啊，板子上那个的话是籽片，就是咱们切下来不要的籽片，他们到时候就是直接给蜜蜂繁殖啊，就是把这个籽片夹到那个蜂筐里边，那个蜜蜂它会护着蜂子的话，它那个蜂子才会出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尽量不浪费掉，虽然说切下来咱们尽量不浪费啊，这就是蜂子正儿八经的。你看这个环境，真的咱们这个蜂蜜啊，所见即所得，从哪个地方取出来的，你首先要能给你看见啊，不是说有的人你看他在那个路边摊呀或什么地方的蜜源啊，蜜源决定一切。一个蜂蜜好不好，首先蜜源一定要好，如果蜜源不好，这个蜂蜜的话肯定它好不了啊。只有这种的大山里边，你看蓝天白云的啊，崇山峻岭，这种森林覆盖率高达98%啊，这种蜂蜜森林覆盖率高达98%，然后这种全是这种棒棒桶土养的这种啊，人工又不干预它，所以说自然而然这个蜂蜜它就会非常好，知道吧？自然而然的蜂蜜就非常好。如果说是你不是说是这种环境上买下来的，现在有很多人有养殖的冒充这种的话，卖的也比较便宜，5-60块钱一盒，这种的话它不是这种来的，知道吧？它是这种人工半养殖性质的，它没有什么好的环境，明白吧？那个量比较大，咱们这个的话它量比较小，所以价格就高。为啥呢？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对吧？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咱们现在这个师傅的话是取完蜜的话必须把里边那个蜂蜜给它弄干净，要不然的话容易把蜜蜂碾死啊。蜜蜂碾死这三片的话咱们是不取的啊，留给小蜜蜂过冬，留给小蜜蜂过冬。把里边的那个就是底下的那个蜂蜜必须把它刮出来啊。有没有朋友喜欢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巢蜜啊？蜂巢蜜的话嚼着吃，营养价值的话咱们不能讲啊，你们就去度娘就行了。今天做活动啊，1斤88块钱，天然野生蜂巢蜜1斤88，2斤160，4斤是300块钱，8斤的话580啊，大家自己算，非常便宜的啊，也是有史以来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蜂蜜这么多年的做的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尽快下单，因为数量有限啊。
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所见即所得啊，所见即所得，做不了假的蜂巢蜜啊，而且是这种深山里边的天然这种蜂巢蜜，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啊。有需要的朋友下单啊，我嗓子都说哑了，有需要的朋友继续下单。咱们这个的话，把这个喷点水是干啥的？喷点水的话就是，容易把蜜蜂粘死。喷点水，它的蜂蜜不是底下那个，它就变稀了嘛。蜜蜂的话就 不容易粘死到上面。这个蜂桶的话，我们刚才是从那边拿过来的啊、哦，那里边没信号。现在的话要把这三片就不取了啊、留着，然后呢要把它放回去啊、哦，放回原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环境啊，好环境，所见即所得，所见即所得。你看这风筒，奇形怪状，各种各样的有。这个风筒的话，我看一下，他们可能要搬回去了啊，必须搬回原位啊，放回原位。要不然的话，不放回原位的话，这个蜜蜂就回不来了。现在的话，这个蜜蜂在那个收蜂笼里边呢，那个地方没信号，咱们就不过去了。过去的话，手机就没有信号了。一会儿的话，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啊，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周边的环境多好。真的是不是特别好？你们见过这种好环境没有？啊，真的是好东西，好东西。接下来我就继续给大家取蜜啊，就给大家取蜜，大家看一下这项风好不好？这项蜂的话是一年取一次的、哦、你看上面有那个花粉啊，这个花粉特别好，只有这种野生蜂蜜一年取一次的大山蜜源才有这种的啊。你看这花粉，大家可以看一下，进去得看一下这个黄黄的这种野生花粉，就是蜜蜂自己把那个蜂巢背下去的啊、哦。大家看这一片蜂蜜，特别的好，这片蜂蜜特别好。咱们把上面那个不封盖的要切下来的啊、哦，给大家留下的，你看留下底下的话全是好的，全是蜂盖蜜，天然成熟、自然成熟的这种蜂盖蜜。不是那种浓缩蜜，也不是那种添加蜜啊，这种蜂巢蜜的话特别特别的好。也只有这种的话大山深处的这种土蜂蜜才会有这种的，一般来说的话养殖出来的话它是不会有这种的。所以咱们这个蜜的话，蜜源是特别稀缺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就是至少要比普通蜂蜜高上3到5倍。所以你看这为什么这个咱们这个价钱比较高，价钱比较高，但是质量的话绝对是一流的。我们做土蜂蜜做了12年了，土蜂蜜做了12年，每一年都是这样的，深山里面给大家一点点的取。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做活动，1斤88啊，两斤160啊，2斤160，4斤的话是300块钱，4斤300，4斤合下来的话75块钱一斤，4斤合下来是75块钱一斤啊。所以今天建议大家拍4斤，4斤的话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这个蜂蜜的话也比较稀缺、这个也是在直播间有的，8斤的话今天都特价580，8斤给大家580。有需要的话就下单啊！这蜂蜜的话非常的好，没得说的，质量的话没得说。知道我们老客户的话都知道，咱们做蜂蜜做了12年了，不是说那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们的话所见即所得，你收到的货就是这样的。这个蜂巢蜜啊，蜂巢蜜嚼着吃啊，嚼着吃，嚼个3-5分钟，然后嚼着无味的时候把这个渣子一吐就行了啊。今天的话真的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有需要下单的朋友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需要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山里边信号不好，信号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给大家回复的话不及时啊，屏幕的话我不怎么看。然后你们下单的客户啊，下单的客户需要哪一种蜂巢的啊，有一年新巢、2年老巢和1年半的半老巢，你们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去联系客服，直接去联系客服啊，在线客服的话到时候会回复你们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一片，这一片的话怎么样？这片的话也是花粉比较多的，一开始取的花粉不多，这一批蜜的话花粉比较多。有喜欢花粉的朋友，到时候拍下要备注啊，备注要花粉多的，但是我们尽量给你挑。那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话会处理，尽量割掉，因为这个的话，老客户应该都知道，花粉的话它营养价值虽然是高，但是它口感不怎么好，有点酸，有点苦，尤其是含蜜量比较不好，所以咱们割掉一部分，你看这个花粉要割掉一部分，有点干巴巴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老客户的话，喜欢这种的话就拍这种，不喜欢这种的话，你就正常拍就行了。正常拍我们一般都会给含很少的花粉，少量的花粉，不会给大家弄太多的花粉，太多的花粉弄上的话可能也是浪费啊，也是比较浪费的这种。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卡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咱们继续给大家取啊，这一箱蜂的话估计能取上个20斤左右吧，这箱蜂还是比较旺的。桶比较大啊，这种是立桶啊，这种是立桶，一年取一次，每年
8到10月份取蜜，每次取一半，取一半留一半，另外一半跟蜜蜂过冬啊。有需要的朋友，需要的那个朋友啊，在青林兄弟家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蜂蜜的话，你们买回家的话，绝对是没得说的啊。真正的土蜂蜜，真正的土蜂蜜，绝对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看一下这蜂蜜太好了，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都想吃，真的太棒了。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啊，可以下单。今天我们的话，这个活动力度也比较大的，一斤的话是88块钱一斤。往年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往年的话至少这是卖108、110多。今年的话是疫情原因啊，我们做活动，88块钱一斤，两斤的话只需要160，两斤只需要160，四斤的话只需要300块钱，4斤300，合下来75，2斤160啊，2斤160。然后八斤的话，我们算下来的话是给大家算的是。580，就是70块钱多一点点，72块多钱吧。反正这个蜂蜜的话非常难得，也只有每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取。取完之后的话就是明年的了，有必须要等到明年八月份才能卖。所以这个货的话边卖边取，我们是边卖边取，保证新鲜啊。蜂蜜首先第一个要保证它的新鲜度，虽然说保质期长，但是越是新鲜的蜂蜜，刚从蜂巢里取出来的蜂蜜，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大家知道吧。口感是最好，其实它营养价值是最那个啥的，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最佳状态。如果说你要放了一段时间的话，它那个营养价值呀、口感啊什么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变化，都没有之前刚刚取出来的好，所以大家可以尽管下单，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从蜂巢里边取出来，又卡住了，咋回事？又卡住了，我们是从蜂巢里取出来的，所见即所得的。卡住了，不好意思，又卡住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蜜，所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山里信号不好，哎，不好意思啊，体谅。山里信号不好，这个蜂蜜的话，秦岭啊，为什么说是秦岭的蜜源比较好呢？因为秦岭它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它也是世界三大蜜源地之一，它拥有成百上千种的蜜源。这种蜂蜜的话，不管说是你的鼻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啊，这种的话效果非常好，尤其是便秘啊。就是那个便秘的话，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如果说遇到这种好蜂蜜，不要错过，哪怕你一开始不了解，你可以买上一盒回去试一试。这种是所见即所得的，直接从蜂巢里边取出来，不能做假的蜂蜜啊，不能做假的蜂蜜。新客户朋友的话，他可以下一单；老客户朋友的话，也可以去买蜂蜜啊，也可以买蜂蜜。咱们这个榨蜜的话也是全程直播的，以前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榨蜜也是全程直播的。今天是取蜂蜜的啊，榨蜜的话以后会在下一盘直播给大家榨蜜。今天的话主要是取巢蜜，取完巢蜜的话，我们回家把它装成小盒子，就是我们图那个链接里边的啊，巢蜜蜂巢链接里边的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号链接是蜂巢蜜，二号链接的话是蜂蜜。蜂巢蜜的话今天有特价活动啊，蜂巢蜜有特价活动。大家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个秦岭的蜜源的话，首先蜜好是因为它环境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周边这个环境秦岭大山，真正的秦岭大山深山无污染的秦岭大山，周边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的话，现在只有少量的农户才有这种的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我们这个巢蜜的话，今天取的一直在取。反正就是慢慢的一点点来，每天的话就只能取上个30-50斤啊，30-50斤，就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它不是说是那种批量性质的，一天卖几千斤、几万斤，咱们不可能，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知道吧？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我们靠的是啥呢？我们就是靠的是勤劳，靠的是咱们真实的一个现场，把这个东西卖给大家销量不大，但是很真实啊。这个东西的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板仓这个是。不要的，你看切下来很多不要的，这就是未封的底下。这三片的话就是留给蜜蜂了留给蜜蜂过冬了，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取了。这三片留给蜜蜂过冬，我们冬天不喂白糖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它比较好，蜜源比较好，所以冬天它也一般，只要留上一点它就可以能过冬。看这个取了一下，估计有20几斤吧，可能又取了20几斤，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多的。之前的话有的时候才取的三五斤，有10斤8斤的都有。今天这个你看一下，特别好，上面是花粉，上面是有点花粉，回头的话我给大家处理能处理就处理，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拍的时候就备注要花粉就行了。你看这个板子上那个的话是籽片，就是咱们切下来不要的籽片，他们到时候就是直接给蜜蜂繁殖就是把这个籽片加到那个蜂筐里边，那个蜜蜂它会护着蜂子的话，它那个蜂子才会出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尽量不浪费掉，虽然说切下来咱们尽量不浪费
啊，这就是蜂子，正儿八经的。你看，你看这个环境，真的，咱们这个蜂蜜啊，所见即所得，从哪个地方取出来的，你首先还能给你看见啊，不是说有的人你看他在那个路边摊呀或什么地方的。蜜源啊，蜜源决定一切。一个蜂蜜好不好，首先蜜源一定要好。如果蜜源不好，这个蜂蜜的话，肯定它好不了啊。只有这种在大山里边，你看蓝天白云的啊，崇山峻岭，这种森林覆盖率高达98%，啊，这种蜂蜜森林覆盖率高达98%，然后这种全是这种棒棒桶土养的这种，啊，人工又不干预它。所以说自然而然这个蜂蜜它就会非常好，知道吧，自然而然的蜂蜜就非常好。如果说是你不是说是在这种环境上买下来的，现在有很多人有养殖的冒充这种的话，卖的也比较便宜，5-6十块钱一盒，这乐种的话它不是这种来的，知道吧，它是这种人工半养殖性质的，它没有什么好的环境，明白吧，那个量比较大，咱们这个的话它量比较小，所以价格就高。为啥呢，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对吧，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咱们现在这个师傅的话是取完蜜的话必须把里边那个蜂蜜给它弄干净，要不然的话容易把蜜蜂碾死啊，蜜蜂碾死。这三片的话咱们是不取的啊，留给小蜜蜂过冬，留给小蜜蜂过冬。把里边的那个就是底下的那个蜂蜜必须把它刮出来啊。有没有朋友喜欢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巢蜜啊？蜂巢蜜的话嚼着吃啊，嚼着吃。营养价值的话咱们不能讲啊，你们就去度娘就行了。今天做活动啊，1斤88块钱，天然野生蜂巢蜜1斤88，2斤160，4斤是300块钱，8斤的话580啊，大家自己算，非常便宜的啊，也是有史以来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蜂蜜这么多年的做的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尽快下单，有需要尽快下单，因为数量有限啊。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所见即所得啊，所见即所得，做不了假的蜂巢蜜啊，而且是这种深山里边的天然这种蜂巢蜜，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啊！有需要的朋友下单啊，我嗓子都说哑了，有需要的朋友继续下单。咱们这个的话，把这个喷点水是干啥的？喷点水的话就是，容易把蜜蜂粘死。喷点水，它个蜂蜜不是底下那个它就变稀了嘛，蜜蜂的话就不容易粘死到上面。这个蜂桶的话，我们刚才是从那边拿过来的啊，那里边没信号。现在的话要把这三片就不取了啊，留着，然后呢要把它放回去啊，放回原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环境啊，好环境，所见即所得，所见即所得。你看这蜂桶，奇形怪状，各种各样的有。这个蜂桶的话，我看一下，他们可能要搬回去了啊，必须搬回原位啊，放回原位。要不然的话，不放回原位的话，这个蜜蜂就回不来了。现在的话，这个蜜蜂在那个收蜂笼里边呢，那个地方没信号，咱们就不过去了。过去的话，手机就没有信号了。一会儿的话，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啊，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周边的环境多好，真的是不是特别好？你们见过这种好环境没有？真的是好东西，好东西。接下来我就继续给大家取蜜啊，就给大家取蜜，大家看一下这项蜂好不好？这项蜂的话是一年取一次的啊，你看上面有那个花粉啊，这个花粉特别好，只有这种野生蜂蜜一年取一次的大山蜜源才有这种的啊。你看这花粉，大家可以看一下，进去得看一下这个黄黄的这种野生花粉，就是蜜蜂自己把那个蜂巢背下去的啊。大家看这一片蜂蜜，特别的好，这片蜂蜜特别好，咱们把上面那个不封盖的要切下来的啊。给大家留下的，你看留下底下的话全是好的，全是蜂盖蜜，天然成熟自然成熟的这种蜂盖蜜，不是那种浓缩蜜，也不是那种添加蜜啊。这种蜂巢蜜的话特别特别的好，也只有这种的话大山深处的这种土蜂蜜才会有这种的，一般来说的话养殖出来的话它是不会有这种的。所以咱们这个蜜的话，蜜源是特别稀缺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就是至少要比普通蜂蜜高上3-5倍。所以你看这为什么这个咱们这个价钱比较高，价钱比较高，但是质量的话绝对是一流的。我们做土蜂蜜做了12年了，土蜂蜜做了12年，每一年都是这样的，深山里面给大家一点点的取。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做活动，1斤88啊，2斤160，2斤160，4斤的话是300块钱，4斤300，4斤合下来的话75块钱一斤，4斤合下来是75块钱一斤啊。所以今天建议大家拍4斤，4斤的话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这个蜂蜜的话也比较稀缺，这个也是在直播间有的。8斤的话今天都特价580，8斤给大家580，有需要的话就下单啊。这蜂蜜的话非常的好，没得说的，质量的话没得说。
知道我们老客户的话都知道，咱们做蜂蜜做了12年了，不是说那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们的话所见即所得，你收到的货就是这样的。这个蜂巢蜜啊，蜂巢蜜嚼着吃，嚼着吃，嚼个3-5分钟，然后嚼着无味的时候把这个渣子一吐就行了啊。今天的话真的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有需要下单的朋友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需要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山里边信号不好，信号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给大家回复的话不及时啊，屏幕的话我不怎么看。然后你们下单的客户啊，下单的客户需要哪一种蜂巢的啊？有一年新巢、2年老巢和1年半的半老巢，你们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去联系客服，直接去联系客服，在线客服的话到时候会回复你们的啊。哦，大家看一下这一片，这一片的话怎么样，这片的话也是花粉比较多的，一开始取的花粉不多，这一批蜜的话花粉比较多，有喜欢花粉的朋友到时候拍下要备注啊，备注要花粉多的，但是我们尽量给你挑。那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话会处理，尽量割掉，因为这个的话老客户应该都知道，花粉的话它营养价值虽然是高，但是它口感不怎么好，有点酸有点苦，尤其是含蜜量比较不好，所以咱们割掉一部分，你看这个花粉要割掉一部分，有点干巴巴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老客户的话，喜欢这种的话就拍这种，不喜欢这种的话，你就正常拍就行了。正常拍我们一般都会给含很少的花粉，少量的花粉，不会给大家弄太多的花粉，太多的花粉弄上的话可能也是浪费啊，也是比较浪费的这种。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卡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咱们继续给大家取啊。这一箱蜂的话估计能取上个20斤左右吧，这箱蜂还是比较旺的，桶比较大啊，这种是立桶啊，这种是立桶，一年取一次，每年8到10月份取蜜，每次取一半，取一半留一半，另外一半跟蜜蜂过冬啊。有需要的朋友，需要的那个朋友啊的情侣兄弟家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蜂蜜的话，你们买回家的话，绝对是没得说的啊。真正的土蜂蜜，真正的土蜂蜜，绝对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看一下这蜂蜜太好了，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都想吃，真的太棒了。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啊，可以下单。今天我们的话，这个活动力度也比较大的，一斤的话是88块钱一斤。往年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往年的话至少这是卖108、110多。今年的话是疫情原因啊，我们做活动，88块钱一斤，两斤的话只需要160，两斤只需要160，四斤的话只需要300块钱，4斤300，合下来75，2斤160啊，2斤160。然后八斤的话，我们算下来的话是给大家算的是。580，就是70块钱多一点点，72块多钱吧。反正这个蜂蜜的话非常难得，也只有每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取。取完之后的话就是明年的了，有必须要等到明年八月份才能卖。所以这个货的话边卖边取，我们是边卖边取，保证新鲜啊。蜂蜜首先第一个要保证它的新鲜度，虽然说保质期长，但是越是新鲜的蜂蜜，刚从蜂巢里取出来的蜂蜜，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大家知道吧。口感是最好，其实它营养价值是最那个啥的，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最佳状态。如果说你要放了一段时间的话，它那个营养价值呀、口感啊什么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变化，都没有之前刚刚取出来的好，所以大家可以尽管下单，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从蜂巢里边取出来，又卡住了，咋回事？又卡住了，我们是从蜂巢里取出来的，从蜂巢里取出来，所见即所得的。卡住了，不好意思，又卡住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蜜，所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山里信号不好，哎，不好意思啊，体谅，山里信号不好。这个蜂蜜的话，秦岭啊，为什么说是秦岭的蜜源比较好呢？因为秦岭它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它也是世界3大蜜源地之一，它拥有成百上千种的蜜源。这种蜂蜜的话，不管说是你的鼻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啊，这种的话效果非常好，尤其是便秘啊。就是那个便秘的话，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如果说遇到这种好蜂蜜不要错过，哪怕你一开始不了解，你可以买上一盒回去试一试。这种是所见即所得的，直接从蜂巢里边取出来，不能做假的蜂蜜啊，不能做假的蜂蜜。新客户朋友的话他可以下一单，老客户朋友的话也可以去买蜂蜜啊，也可以买蜂蜜。咱们这个炸蜜的话也是全程直播的，以前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炸蜜也是全程直播的。今天是取蜂蜜的啊，炸蜜的话以后会在下一场直播给大家炸蜜。今天的话主要是取巢蜜，取完巢蜜的话，我们回家把它装成小盒子，就是我们图那个链接里边的啊，巢蜜蜂巢链接里边的那个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号链接是蜂巢蜜，一号链接是蜂巢蜜，二号链接的话是蜂蜜，蜂巢蜜的话今天有特价活动啊，蜂巢蜜有特价活动。大家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秦岭的蜜源的话，首先啊，蜜好是因为它环境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周边这个环境啊，秦岭大山，真正的秦岭大山啊，深山无污染的秦岭大山，周边没有任何污染的啊，这种的话现在只有少量的啊，少量的农户才有这种的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我们这个巢蜜的话今天取的一直在取啊，反正就是慢慢的一点点来，每天的话就只能取上个30-50斤啊，30-50斤就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那不是说是那种批量性质的，一天卖起千斤几万斤，咱们不可能，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知道吧，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我们靠的是啥呢，我们就是靠着勤劳，靠的是勤劳，靠的是咱们真实的一个现场，把这个东西卖给大家啊，销量不大，但是很真实，很真实啊。这个东西的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板仓这个是不要的，你看切下来很多不要的，这就是未封的啊。底下这三片的话，就是留给蜜蜂了啊，留给蜜蜂过冬了。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取了，这三片留给蜜蜂过冬，我们冬天不喂白糖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它比较好，蜜源比较好，所以冬天它也一般，只要它留上一点，它就可以能过冬。看这个取了一下，估计有20几斤吧，可能又取了20几斤，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多的。之前的话，有的时候才取的。三五斤也有，10斤8斤的都有。今天这个你看一下，特别好，啊，特别好。上面是花粉，上面是有点花粉。回头的话，我给大家处理啊，能处理就处理。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拍的时候就备注要花粉就行了。你看这个板子上啊，板子上那个的话是籽片，就是咱们切下来不要的籽片，他们到时候就是直接给蜜蜂繁殖啊，就是把这个籽片夹到那个蜂筐里边，那个蜜蜂它会护着蜂籽，护着蜂籽的话，它那个蜂籽才会出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尽量不浪费掉，虽然说切下来咱们尽量不浪费啊，这就是蜂籽正儿八经的。你看你看这个环境，真的咱们这个蜂蜜啊，所见即所得，从哪个地方取出来的，你首先要给你看见啊，不是说有的人你看他在那个路边摊呀或什么地方的蜜源啊，蜜源决定一切，一个蜂蜜好不好，首先蜜源一定要好，如果蜜源不好，这个蜂蜜的话肯定它好不了啊。只有这种在大山里边，你看蓝天白云的啊，崇山峻岭，这种森林覆盖率高达98%啊，这种蜂蜜森林覆盖率高达98%，然后这种全是这种棒棒桶土养的这种啊，人工又不干预它，所以说自然而然这个蜂蜜它就会非常好，知道吧，自然而然的蜂蜜就非常好。如果说是你不是说是在这种环境上买下来的，现在有很多人有养殖的冒充这种的话，卖的也比较便宜，50-60块钱一盒，这种的话它不是这种来的，知道吧，它是这种人工半养殖性质的，它没有什么好的环境，明白吧，那个量比较大，咱们这个的话它量比较小，所以价格就高。为啥呢，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对吧，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咱们现在这个师傅的话是取完蜜的话必须把里边那个蜂蜜给它弄干净，要不然的话容易把蜜蜂碾死啊，蜜蜂碾死。这三片的话咱们是不取的啊，留给小蜜蜂过冬，留给小蜜蜂过冬。把里边的那个就是底下的那个蜂蜜必须把它刮出来啊。有没有朋友喜欢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巢蜜啊？蜂巢蜜的话嚼着吃啊，嚼着吃，营养价值的话咱们不能讲啊，你们就去度娘就行了。今天做活动啊，1斤88块钱，天然野生蜂巢蜜1斤88，2斤160，4斤是300块钱，8斤的话580啊，大家自己算，非常便宜的啊，也是有史以来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蜂蜜这么多年来做的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尽快下单，有需要尽快下单，因为数量有限啊。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所见即所得啊，所见即所得，做不了假的蜂巢蜜啊，而且是这种深山里边的天然这种蜂巢蜜，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啊！有需要的朋友下单啊，我嗓子都说哑了，有需要的朋友继续下单。咱们这个的话，把这个喷点水是干啥的？喷点水的话就是，容易把蜜蜂粘死。喷点水，它个蜂蜜不是底下那个它就变稀了嘛，蜜蜂的话就不容易粘死了上面。这个蜂桶的话，我们刚才是从那边拿过来的啊，那里边没信号，现在的话要把这三片就不取了啊，留着，然后呢要把它放回去啊，放回原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环境啊，好环境，所见即所得，所见即所得。你看这蜂桶奇形怪状，各种各样的有。这个蜂桶的话我看一下，他们可能要搬回去了啊，必须搬回原位啊，放回原位，要不然的话不放回原位的话这个蜜蜂就回不来了。现在的话这个蜜蜂在那个收蜂笼里边呢，那个地方没信号，咱们就不过去了，过去的话手机就没有信号了。一会儿的话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啊，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周边的环境多好，真的是不是特别好？你们见过这种好环境没有？啊，真的是好东西，好东西。接下来我得记着大家取蜜啊，就给大家取蜜，大家看一下这项蜂好不好？这项蜂的话是一年取一次的，你看上面有那个花粉啊，这个花粉特别好，只有这种野生蜂蜜一年取一次的大山蜜源才有这种的啊。你看这花粉，大家可以看一下，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黄黄的这种野生花粉，就是蜜蜂自己把那个蜂巢背下去的啊。大家看这一片蜂蜜，特别的好，这片蜂蜜特别好。咱们把上面那个不封盖的要切下来的啊。给大家留下的，你看留下底下的话全是好的，全是封盖蜜，天然成熟自然成熟的这种封盖蜜，不是那种浓缩蜜，也不是那种添加蜜啊，这种蜂巢蜜的话特别特别的好。也只有这种的话大山深处的这种土蜂蜜才会有这种的，一般来说的话养殖出来的话它是不会有这种的，所以咱们这个蜜的话蜜源是特别稀缺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就是至少要比普通蜂蜜高上3到5倍。所以你看这为什么这个咱们这个价钱比较高，价钱比较高，但是质量的话绝对是一流的。我们做土蜂蜜做了12年了，土蜂蜜做了12年，每一年都是这样的，深山里面给大家一点点的取。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做活动，1斤88啊，两斤160。两斤160，四斤的话是300块钱，4斤300，四斤合下来的话75块钱一斤，四斤合下来是75块钱一斤啊。所以今天建议大家拍4斤，四斤的话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这个蜂蜜的话也比较稀缺，这个也是在直播间有的。8斤的话今天都特价580，八斤给大家580。有需要的话就下单啊。这蜂蜜的话非常的好，没得说的，质量的话没得说。知道我们老客户的话都知道，咱们做蜂蜜做了12年了。不是说那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们的话所见即所得，你收到的货就是这样的。这个蜂巢蜜啊，蜂巢蜜嚼着吃啊，嚼着吃，嚼个3-5分钟，然后嚼着无味的时候把这个渣子一吐就行了啊。今天的话真的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有需要下单的朋友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山里边信号不好，信号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给大家回复的话不及时啊，屏幕的话我不怎么看。然后你们下单的客户啊，下单的客户需要哪一种蜂巢的啊？有一年新巢、2年老巢和1年半的半老巢，你们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去联系客服，直接去联系客服啊，在线客服的话倒是会回复你们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一片，这一片的话怎么样，这片的话也是花粉比较多的，一开始取的花粉不多，这一批蜜的话花粉比较多，有喜欢花粉的朋友到时候拍下要备注啊，备注要花粉多的，但是我们尽量给你挑。那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话会处理，尽量割掉，因为这个的话老客户应该都知道，花粉的话它营养价值虽然是高，但是它口感不怎么好，有点酸有点苦，尤其是含蜜量比较不好，所以咱们割掉一部分，你看这个花粉要割掉一部分，有点干巴巴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老客户的话，喜欢这种的话就拍这种，不喜欢这种的话，你就正常拍就行了。正常拍我们一般都会给含很少的花粉，少量的花粉，不会给大家弄太多的花粉，太多的花粉弄上的话可能也是浪费啊，也是比较浪费的这种。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卡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咱们继续给大家取啊。这一箱蜂的话估计能取上个20斤左右吧，这箱蜂还是比较旺的。桶比较大啊，这种是立桶啊，这种是立桶，一年取一次，每年8到10月份取蜜，每次取一半，取一半留一半，另外一半跟蜜蜂过冬啊。有需要的朋友，需要的那个朋友啊，在情侣兄弟家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蜂蜜的话，你们买回家的话绝对是没得说的啊，真正的土蜂蜜，真正的土蜂蜜，绝对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看一下这蜂蜜太好了，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都想吃，真的太棒了。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啊，可以下单。今天我们的话，这个活动力度也比较大的，一斤的话是88块钱一斤。往年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往年的话至少这是卖108、110多。今年的话是疫情原因啊，我们做活动，88块钱一斤，两斤的话只需要160，两斤只需要160，四斤的话啊，四斤的话只需要300块钱，四斤300，合下来75，两斤160啊，两斤160。然后八斤的话，我们算下来的话是给大家算的是。580，就是70块钱多一点点，72块多钱吧。反正这个蜂蜜的话非常难得，也只有每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取。取完之后的话就是明年的了，有必须要等到明年8月份，明年8月份才能卖。所以这个货的话
边卖边去，我们是边卖边去，保证新鲜啊。蜂蜜首先第一个要保证它的新鲜度，虽然说保质期长，但是越是新鲜的蜂蜜，刚从蜂巢里取出来的蜂蜜，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大家知道吧，口感是最好，其实它营养价值是最那个啥的，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最佳状态。如果说你要放了一段时间的话，它那个营养价值呀、口感啊什么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变化，都没有之前刚刚取出来的好啊，所以大家可以尽管下单，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从蜂巢里边取出来，又卡住了，咋回事？又卡住了，我们是从蜂巢里取出来的，从蜂巢里取出来，所见即所得的，卡住了，不好意思，又卡住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蜜，所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山里信号不好，哎，不好意思啊，体谅，山里信号不好。这个蜂蜜的话，秦岭啊，为什么说是秦岭的蜜源比较好呢？因为秦岭它是中国南北的风季县，它也是世界三大蜜源地之一，它拥有成百上千种的蜜源。这种蜂蜜的话，不管说是你的鼻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啊，这种的话效果非常好，尤其是便秘啊，尤其是那个啊便秘的话。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啊，如果说遇到这种好蜂蜜，不要错过，哪怕你一开始不了解，你可以买上一盒回去试一试。这种是所见即所得的，直接从蜂巢里边取出来，不能做假的蜂蜜啊，不能做假的蜂蜜。新客户朋友的话，他可以下一单；老客户朋友的话，也可以去买蜂蜜啊，也可以买蜂蜜。咱们这个榨蜜的话也是全程直播的，以前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榨蜜也是全程直播的。今天是取蜂蜜的啊，榨蜜的话以后会在下一场直播给大家榨蜜。今天的话主要是取巢蜜，取完巢蜜的话，我们回家把它装成小盒子，就是我们图那个。那个链接里边的啊，巢蜜蜂巢链接里边的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号链接是蜂巢蜜，二号链接的话是蜂蜜。蜂巢蜜的话，今天有特价活动啊，蜂巢蜜有特价活动。大家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秦岭的蜜源的话，首先啊，蜜好是因为它环境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周边这个环境啊，秦岭大山，真正的秦岭大山啊，深山无污染的秦岭大山，周边没有任何污染的啊，这种的话，现在只有少量的农户才有这种的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我们这个巢蜜的话，今天取的一直在取，啊，反正就是慢慢的一点点来，每天的话就只能取上个30-50斤啊，30-50斤，就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那不是说是那种批量性质的，一天卖几千斤、几万斤，咱们不可能，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知道吧？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我们靠的是啥呢？我们就是靠的勤劳，靠的是咱们真实的一个现场，把这个东西卖给大家啊，销量不大，但是很真实啊。这个东西的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板仓这个是不要的，你看切下来很多不要的，这就是未封的啊。这些这三片的话就是留给蜜蜂了啊，留给蜜蜂过冬了，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取了，这三片留给蜜蜂过冬，我们冬天不喂白糖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它比较好，蜜源比较好，所以冬天它也一般，只要留上一点它就可以能过冬。看这个取了一箱，估计有20几斤吧，可能又取了20几斤，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多的。之前的话有的时候才取的三五斤，也有10斤8斤的都有。今天这个你看一下，特别好啊，特别好，上面是有点花粉，回头的话我给大家处理啊，能处理就处理，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拍的时候就备注要花粉就行了。你看这个板子上那个的话是籽片，就是咱们切下来不要的籽片，他们到时候就是直接给蜜蜂繁殖啊，就是把这个籽片夹到那个蜂筐里边，那个蜜蜂它会护着蜂子的话，它那个蜂子才会出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尽量不浪费掉，虽然说切下来咱们尽量不浪费啊，这就是蜂子正儿八经的。你看你看这个环境，真的咱们这个蜂蜜啊，所见即所得，从哪个地方取出来的，你首先要给你看见啊，不是说有的人你看他在那个路边摊呀或什么地方的蜜源啊，蜜源决定一切，一个蜂蜜好不好，首先蜜源一定要好，如果蜜源不好，这个蜂蜜的话肯定它好不了啊。只有这种在大山里边，你看蓝天白云的啊，崇山峻岭，这种森林覆盖率高达98%啊，这种蜂蜜森林覆盖率高达98%，然后这种全是这种棒棒桶土养的这种啊，人工又不干预它，所以说自然而然这个蜂蜜它就会非常好，知道吧，自然而然的蜂蜜就非常好。如果说是你不是说是在这种环境上买下来的，现在有很多那种养殖的冒充这种的话，卖的也比较便宜，50-60块钱一盒，这种的话它不是这种来的，知道吧，它是这种人工半养殖性质的，它没有什么好的环境，明白吧，那个量比较大，咱们这个的话它量比较小，所以价格就高。为啥呢？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对吧，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
咱们现在这个师傅的话是取完蜜的话，必须把里边那个蜂蜜给它弄干净，要不然的话容易把蜜蜂碾死啊，蜜蜂碾死。这三片的话咱们是不取的啊，可留给小蜜蜂过冬，留给小蜜蜂过冬。把里边的那个就是底下的那个蜂蜜必须把它刮出来啊。有没有朋友喜欢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巢蜜啊？蜂巢蜜的话嚼着吃啊，嚼着吃。营养价值的话咱们不能讲，咱们不能讲啊、你们就去度娘就行了。今天做活动啊，一斤88块钱，天然野生蜂巢蜜一斤88，两斤160，四斤是300块钱，八斤的话580啊，大家自己算。非常便宜的啊、也是有史以来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蜂蜜这么多年的做的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尽快下单，有需要尽快下单，因为数量有限啊。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所见即所得啊，所见即所得，做不了假的蜂巢蜜啊，而且是这种深山里边的天然这种蜂巢蜜，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啊！有需要的朋友下单啊，我嗓子都说哑了，有需要的朋友继续下单。咱们这个的话，把这个喷点水是干啥的？喷点水的话就是，容易把蜜蜂粘死。喷点水，它个蜂蜜不是底下那个它就变稀了嘛，蜜蜂的话就 不容易粘死到上面。这个蜂桶的话，我们刚才是从那边拿过来的啊、那里边没信号，现在的话要把这三片就不取了啊、留着，然后呢要把它放回去啊、放回原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环境啊，好环境，所见即所得，所见即所得。你看这风筒奇形怪状，各种各样的有。这个风筒的话我看一下，他们可能要搬回去了啊，必须搬回原位啊，放回原位，要不然的话不放回原位的话这个蜜蜂就回不来了。现在的话这个蜜蜂在那个收蜂笼里边呢，那个地方没信号，咱们就不过去了，过去的话手机就没有信号了。一会儿的话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啊，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周边的环境多好，真的是不是特别好，你们见过这种好环境没有啊？真的是好东西，好东西。接下来我就记着大家取蜜啊，就给大家取蜜，大家看一下这项蜂好不好。这项蜂的话是一年取一次的啊，你看上面有那个花粉啊、这个花粉特别好，只有这种野生蜂蜜一年取一次的大山蜜源才有这种的啊、你看这花粉，大家可以看一下，进去得看一下这个黄黄的这种野生花粉，就是蜜蜂自己把那个蜂巢背下去的啊。大家看这一片蜂蜜特别的好，这片蜂蜜特别好，咱们把上面那个不封盖的要切下来的啊，给大家留下的，你看留下底下的话全是好的，全是蜂盖蜜，天然成熟自然成熟的这种蜂盖蜜，不是那种浓缩蜜，也不是那种添加蜜啊，这种蜂巢蜜的话特别特别的好。也只有这种的话大山深处的这种土蜂蜜才会有这种的，一般来说的话养殖出来的话它是不会有这种的，所以咱们这个蜜的话蜜源是特别稀缺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就是至少要比普通蜂蜜高上3到5倍。所以你看这为什么这个咱们这个价钱比较高，价钱比较高，但是质量的话绝对是一流的。我们做土蜂蜜做了12年了，土蜂蜜做了12年，每一年都是这样的，深山里面给大家一点点的取。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做活动，一斤88啊，两斤160。两斤160，四斤的话是300块钱，4斤300，四斤合下来的话75块钱一斤，四斤合下来是75块钱一斤啊。所以今天建议大家拍4斤，四斤的话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这个蜂蜜的话也比较稀缺、这个也是在直播间有的，8斤的话今天都特价580，八斤给大家580，有需要的话就下单啊。这蜂蜜的话非常的好，没得说的，质量的话没得说。知道我们老客户的话都知道，咱们做蜂蜜做了12年了，不是说那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们的话所见即所得，你收到的货就是这样的。这个蜂巢蜜啊，蜂巢蜜是嚼着吃啊，嚼着吃，嚼个3-5分钟，然后嚼着无味的时候把这个渣子一吐就行了啊。今天的话真的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有需要下单的朋友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需要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山里边信号不好，信号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给大家回复的话不及时啊，屏幕的话我不怎么看。然后你们下单的客户啊，下单的客户需要哪一种蜂巢的啊？有一年新巢、2年老巢和1年半的半老巢，你们可以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去联系客服，直接去联系客服啊，在线客服的话倒是会回复你们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一片，这一片的话怎么样？这片的话也是花粉比较多的，一开始取的花粉不多，这一批蜜的话花粉比较多，
有喜欢花粉的朋友，到时候拍下要备注啊，备注要花粉多的，但是我们尽量给你挑。那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话会处理，尽量割掉，因为这个的话，老客户应该都知道，花粉的话，它营养价值虽然是高，但是它口感不怎么好，有点酸，有点苦，尤其是含蜜量比较不好，所以咱们割掉一部分，你看这个花粉要割掉一部分，有点干巴巴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老客户的话，喜欢这种的话就拍这种，不喜欢这种的话，你就正常拍就行了。正常拍我们一般都会给含很少的花粉，少量的花粉，不会给大家弄太多的花粉，太多的花粉弄上的话可能也是浪费啊，也是比较浪费的这种。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卡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咱们继续给大家取啊。这一箱蜂的话估计能取上个20斤左右吧，这箱蜂还是比较旺的，桶比较大啊，这种是立桶啊，这种是立桶，一年取一次，每年8到10月份取蜜，每次取一半，取一半留一半，另外一半跟蜜蜂过冬啊。有需要的朋友，需要的那个朋友啊的亲弟兄弟家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蜂蜜的话，你们买回家的话，绝对是没得说的啊。真正的土蜂蜜，真正的土蜂蜜，绝对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看一下这蜂蜜太好了，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都想吃，真的太棒了。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啊，可以下单。今天我们的话，这个活动力度也比较大的，一斤的话是88块钱一斤。往年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往年的话至少就是卖108、110多。今年的话是疫情原因啊，我们做活动，88块钱一斤，两斤的话只需要160，两斤只需要160，四斤的话只需要300块钱，4斤300，合下来75，2斤160啊，2斤160。然后八斤的话，我们算下来的话是给大家算的是。580，就是70块钱多一点点，72块多钱吧。反正这个蜂蜜的话非常难得，也只有每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取。取完之后的话就是明年的了，有必须要等到明年八月份才能卖。所以这个货的话边卖边取，我们是边卖边取，保证新鲜啊。蜂蜜首先第一个要保证它的新鲜度，虽然说保质期长，但是越是新鲜的蜂蜜，刚从蜂巢里取出来的蜂蜜，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大家知道吧。口感是最好，其实它营养价值是最那个啥的，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最佳状态。如果说你要放了一段时间的话，它那个营养价值呀、口感啊什么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变化，都没有之前刚刚取出来的好，所以大家可以尽管下单，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从蜂巢里边取出来，又卡住了，咋回事？又卡住了，我们是从蜂巢里取出来的，从蜂巢取出来，所见即所得的。卡住了，不好意思，又卡住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蜜，所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山里信号不好，哎，不好意思啊，体谅，山里信号不好。这个蜂蜜的话，秦岭啊，为什么说是秦岭的蜜源比较好呢？因为秦岭它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它也是世界三大蜜源地之一，它拥有成百上千种的蜜源。这种蜂蜜的话，不管说是你的鼻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啊，这种的话效果非常好，尤其是便秘啊。就是那个便秘的话，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如果说遇到这种好蜂蜜不要错过，哪怕你一开始不了解，你可以买上一盒回去试一试。这种是所见即所得的，直接从蜂巢里边取出来，不能做假的蜂蜜啊，不能做假的蜂蜜。新客户朋友的话，他可以下一单；老客户朋友的话，也可以去买蜂蜜啊，也可以买蜂蜜。咱们这个榨蜜的话也是全程直播的，以前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榨蜜也是全程直播的。今天是取蜂蜜的啊，榨蜜的话以后会在下一场直播给大家榨蜜。今天的话主要是取巢蜜，取完巢蜜的话，我们回家把它装成小盒子，就是我们图那个那个链接里边的啊，巢蜜蜂巢链接里边的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号链接是蜂巢蜜，二号链接的话是蜂蜜。蜂巢蜜的话今天有特价活动啊，蜂巢蜜有特价活动。大家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个秦岭的蜜源的话，首先蜜好是因为它环境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周边这个环境秦岭大山，真正的秦岭大山深山无污染的秦岭大山，周边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的话，现在只有少量的农户才有这种的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我们这个巢蜜的话今天取的一直在取啊，反正就是慢慢的一点点来，每天的话就只能取上个三五十斤，就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那不是说是那种批量性质的，一天卖几千斤、几万斤，咱们不可能，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知道吧？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我们靠的是啥呢？我们就是靠的是勤劳，靠的是咱们真实的一个现场，把这个东西卖给大家销量不大，但是很真实啊。这个东西的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板仓这个是。
不要的，你看切下来很多不要的，这就是未封的啊，这些。这三片的话就是留给蜜蜂了啊，留给蜜蜂过冬了，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取了，这三片留给蜜蜂过冬，我们冬天不喂白糖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它比较好，蜜源比较好，所以冬天它也一般只要留上一点它就可以能过冬，看这个取了一下，估计有20几斤吧，可能又取了20几斤，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多的，之前的话有的时候才取的三五斤也有，10斤8斤的都有，今天这个你看一下特别好啊，特别好，上面是花粉，上面是有点花粉，回头的话我给大家处理啊，能处理就处理，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拍的时候就备注要花粉就行了。你看这个板子上啊，板子上那个的话是籽片，就是咱们切下来不要的籽片，他们到时候就是直接给蜜蜂繁殖啊，就是把这个籽片夹到那个蜂筐里边，那个蜜蜂它会护着蜂籽，护着蜂籽的话它那个蜂籽才会出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尽量不浪费掉，虽然说切下来咱们尽量不浪费啊，这就是蜂籽正儿八经的，你看你看这个环境，真的咱们这个蜂蜜啊，所见即所得，从哪个地方取出来的你首先要能给你看见啊，不是说有的人你看他在那个路边摊呀或什么地方的蜜源啊，蜜源决定一切，一个蜂蜜好不好首先蜜源一定要好，如果蜜源不好这个蜂蜜的话肯定它好不了啊，只有这种的大山里边，你看蓝天白云的啊，崇山峻岭这种森林覆盖率高达98%啊，这种蜂蜜森林覆盖率高达98%，然后这种全是这种棒棒桶土养的这种啊，人工又不干预它，所以说自然而然这个蜂蜜它就会非常好，知道吧，自然而然的蜂蜜就非常好，如果说是你不是说是在这种环境上买下来的，现在有很多人有养殖的冒充这种的话，卖的也比较便宜，5-6块钱一盒，这种的话它不是这种来的，知道吧，它是这种人工半养殖性质的，它没有什么好的环境，明白吧，那个量比较大，咱们这个的话它量比较小，所以价格就高，为啥呢，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对吧，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咱们现在这个师傅的话是取完蜜的话必须把里边那个蜂蜜给它弄干净，要不然的话容易把蜜蜂碾死啊，蜜蜂碾死，这三片的话咱们是不取的啊，留给小蜜蜂过冬，留给小蜜蜂过冬，把里边的那个就是底下的那个蜂蜜必须把它刮出来啊。有没有朋友喜欢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巢蜜啊，蜂巢蜜的话嚼着吃啊，嚼着吃，营养价值的话咱们不能讲啊，你们就去度娘就行了，今天做活动啊，1斤88块钱，天然野生蜂巢蜜1斤88，2斤160，4斤是300块钱，8斤的话580啊，大家自己算，非常便宜的啊，也是有史以来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蜂蜜这么多年的做的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尽快下单，有需要尽快下单，因为数量有限啊，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所见即所得啊，所见即所得，做不了假的蜂巢蜜啊，而且是这种深山里边的天然这种蜂巢蜜，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啊，有需要的朋友下单啊，我嗓子都说哑了，有需要的朋友继续下单。咱们这个的话把这个喷点水是干啥的，喷点水的话就是容易把蜜蜂粘死，喷点水这个蜂蜜不是底下那个它就变稀了嘛，蜜蜂的话就 不容易粘死到上面，这个蜂桶的话我们刚才是从那边拿过来的啊，那里边没信号，现在的话要把这三片就不取了啊，留着，然后呢要把它放回去啊，放回原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环境啊，好环境，所见即所得，所见即所得，你看这蜂桶奇形怪状，各种各样的有，这个蜂桶的话我看一下他们可能要搬回去了啊，必须搬回原位啊，放回原位，要不然的话不放回原位的话这个蜜蜂就回不来了，现在的话这个蜜蜂在那个收蜂笼里边呢，那个地方没信号咱们就不过去了，过去的话手机就没有信号了，一会儿的话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啊，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周边的环境多好，真的是不是特别好，你们见过这种好环境没有啊，真的是好东西，好东西，接下来我就继续给大家取蜜啊，就给大家取蜜，大家看一下这项蜂好不好，这项蜂的话是一年取一次的啊，你看上面有那个花粉啊，这个花粉特别好，只有这种野生蜂蜜一年取一次的大山蜜源才有这种的啊，你看这花粉大家可以看一下，近距离看一下这个黄黄的这种野生花粉，就是蜜蜂自己把那个蜂巢背下去的啊，大家看这一片蜂蜜特别的好，这片蜂蜜特别好，咱们把上面那个不封盖的都要切下来的啊，给大家留下的，你看留下底下的话全是好的，全是蜂盖蜜，天然成熟自然成熟的这种蜂盖蜜，不是那种浓缩蜜，也不是那种添加蜜啊，这种蜂巢蜜的话特别特别的好，
也只有这种的话，大山深处的这种土蜂蜜才会有这种的。一般来说的话，养殖出来的话，它是不会有这种的。所以咱们这个蜜的话，蜜源是特别稀缺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就是至少要比普通蜂蜜高上3到5倍。所以你看，这为什么这个咱们这个价钱比较高，价钱比较高，但是质量的话绝对是一流的。我们做土蜂蜜做了12年了，土蜂蜜做了12年，每一年都是这样的，深山里面给大家一点点的取。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做活动，1斤88啊，2斤160。2斤160，4斤的话是300块钱，4斤300，4斤合下来的话75块钱一斤，4斤合下来是75块钱一斤啊。所以今天建议大家拍4斤，4斤的话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这个蜂蜜的话也比较稀缺，这个也是在直播间有的。8斤的话今天都特价580，8斤给大家580，有需要的话就下单啊。这蜂蜜的话非常的好，没得说的，质量的话没得说。知道我们老客户的话都知道，咱们做蜂蜜做了12年了，不是说那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们的话所见即所得，你收到的货就是这样的。这个蜂巢蜜啊，蜂巢蜜嚼着吃啊，嚼着吃，嚼个3-5分钟，然后嚼着无味的时候把这个渣子一吐就行了啊。今天的话真的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有需要下单的朋友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山里边信号不好，信号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给大家回复的话不及时啊，屏幕的话我不怎么看。然后你们下单的客户啊，下单的客户需要哪一种蜂巢的啊？有1年新巢、2年老巢和1年半的半老巢，你们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去联系客服，直接去联系客服，在线客服的话到时候会回复你们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一片，这一片的话怎么样？这片的话也是花粉比较多的，一开始取的花粉不多，这一批蜜的话花粉比较多。有喜欢花粉的朋友，到时候拍下要备注啊，备注要花粉多的，但是我们尽量给你挑。那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话会处理，尽量割掉，因为这个的话，老客户应该都知道，花粉的话它营养价值虽然是高，但是它口感不怎么好，有点酸，有点苦，尤其是含蜜量比较不好，所以咱们割掉一部分，你看这个花粉要割掉一部分，有点干巴巴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老客户的话，喜欢这种的话就拍这种，不喜欢这种的话，你就正常拍就行了。正常拍我们一般都会给含很少的花粉，少量的花粉，不会给大家弄太多的花粉，太多的花粉弄上的话可能也是浪费啊，也是比较浪费的这种。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卡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咱们继续给大家取啊。这一箱蜂的话估计能取上个20斤左右吧，这箱蜂还是比较旺的，桶比较大啊，这种是立桶啊。这种是立桶，一年取一次，每年8到10月份取蜜，每次取一半，取一半留一半，另外一半跟蜜蜂过冬啊。有需要的朋友，需要的那个朋友啊的情侣兄弟家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蜂蜜的话，你们买回家的话，绝对是没得说的啊。真正的土蜂蜜，真正的土蜂蜜，绝对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看一下这蜂蜜太好了，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都想吃，真的太棒了。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啊，可以下单。今天我们的话，这个活动力度也比较大的，一斤的话是88块钱一斤。往年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往年的话至少这是卖108、110多。今年的话是疫情原因啊，我们做活动，88块钱一斤，2斤的话只需要160，2斤只需要160，4斤的话只需要300块钱，4斤300，合下来75，2斤160啊，2斤160。然后八斤的话，我们算下来的话是给大家算的是。580，就是70块钱多一点点，72块多钱吧。反正这个蜂蜜的话非常难得，也只有每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取。取完之后的话就是明年的了，有必须要等到明年八月份才能卖。所以这个货的话边卖边取，我们是边卖边取，保证新鲜啊。蜂蜜首先第一个要保证它的新鲜度，虽然说保质期长，但是越是新鲜的蜂蜜，刚从蜂巢里取出来的蜂蜜，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大家知道吧？口感是最好，其实它营养价值是最那个啥的，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最佳状态。如果说你要放了一段时间的话，它那个营养价值呀、口感啊什么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变化，都没有之前刚刚取出来的好，所以大家可以尽管下单，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从蜂巢里边取出来，又卡住了，咋回事？又卡住了，我们是从蜂巢里取出来的，从蜂巢里取出来，所见即所得的。卡住了，不好意思，又卡住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蜜，所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山里信号不好，哎，不好意思啊，体谅，山里信号不好。这个蜂蜜的话，秦岭啊，为什么说是秦岭的蜜源比较好呢？因为秦岭它是中国南北的风季县，它也是世界三大蜜源地之一，它拥有成百上千种的蜜源。这种蜂蜜的话，不管说是
你的鼻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啊，这种的话效果非常好，尤其是便秘啊，尤其是那个啊便秘的话。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啊，如果说遇到这种好蜂蜜不要错过，哪怕你一开始不了解，你可以买上一盒回去试一试，这种是所见即所得的，直接从蜂巢里边取出来，不能做假的蜂蜜啊，不能做假的蜂蜜。新客户朋友的话，他可以去下一单；老客户朋友的话，也可以去买蜂蜜啊，也可以买蜂蜜。咱们这个榨蜜的话也是全程直播的，以前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榨蜜也是全程直播的。今天是取蜂蜜的啊，榨蜜的话以后会在下一场直播给大家榨蜜。今天的话主要是取巢，取巢蜜，取巢蜜，取完巢蜜的话，我们回家把它装成小盒子，就是我们图那个。那个链接里边的巢蜜蜂巢链接里边的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号链接是蜂巢蜜，一号链接是蜂巢蜜，二号链接的话是蜂蜜。蜂巢蜜的话今天有特价活动啊，蜂巢蜜有特价活动。大家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秦岭的蜜源的话，首先啊蜜好是因为它环境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周边这个环境啊，秦岭大山，真正的秦岭大山啊，深山无污染的秦岭大山，周边没有任何污染的啊，这种的话现在只有少量的啊，少量的养，少量的农户才有这种的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你看我们这个巢蜜的话今天取了，一直在取啊，反正就是慢慢的一点点来，每天的话就只能取上个30-50斤啊，30-50斤就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它不是说是那种批量性质的，一天卖起千斤几万斤，咱们不可能，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知道吧，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我们靠的是啥呢？我们就是靠的勤劳，靠的是勤劳，靠的是咱们真实的一个现场，把这个东西卖给大家啊，销量不大，但是很真实，很真实啊。这个东西的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板仓这个是不要的，你看切下来很多不要的，这就是未封的啊，就是这三片的话就是留给蜜蜂了啊，留给蜜蜂过冬了。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取了，这三片留给蜜蜂过冬，我们冬天不喂白糖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它比较好，蜜源比较好，所以冬天它也一般，只要留上一点，它就可以能过冬。看这个取了一箱，估计有20几斤吧，可能又取了20几斤，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多的。之前的话，有的时候才取的三五斤也有，10斤8斤的都有。今天这个你看一下，特别好啊，特别好，上面是花粉，上面是有点花粉。回头的话，我给大家处理啊，能处理就处理，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拍的时候就备注要花粉就行了。你看这个板子上啊，板子上那个的话是籽片，就是咱们切下来不要的籽片，他们到时候就是直接给蜜蜂繁殖啊，就是把这个籽片夹到那个蜂筐里边，那个蜜蜂它会护着蜂籽，护着蜂籽的话它那个蜂籽才会出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尽量不浪费掉，虽然说切下来咱们尽量不浪费啊，这就是蜂籽正儿八经的。你看你看这个环境，真的咱们这个蜂蜜啊，所见即所得，从哪个地方取出来的，你首先要给你看见啊，不是说有的人你看他在那个路边摊呀或什么地方的蜜源啊，蜜源决定一切。一个蜂蜜好不好，首先蜜源一定要好，如果蜜源不好，这个蜂蜜的话肯定它好不了啊。只有这种在大山里边，你看蓝天白云的啊，崇山峻岭，这种森林覆盖率高达98%啊，这种蜂蜜森林覆盖率高达98%，然后这种全是这种棒棒桶土养的这种啊，人工又不干预它，所以说自然而然这个蜂蜜它就会非常好，知道吧，自然而然的蜂蜜就非常好。如果说是你不是说是在这种环境上买下来的，现在有很多那种养殖的冒充这种的话，卖的也比较便宜，5-60块钱一盒，这种的话它不是这种来的，知道吧，它是这种人工半养殖性质的，它没有什么好的环境，明白吧，那个量比较大，咱们这个的话它量比较小，所以价格就高。为啥呢？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对吧，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咱们现在这个师傅的话是取完蜜的话必须把里边那个蜂蜜给它弄干净，要不然的话容易把蜜蜂碾死啊，蜜蜂碾死。这三片的话咱们是不取的啊，留给小蜜蜂过冬，留给小蜜蜂过冬。把里边的那个就是底下的那个蜂蜜必须把它刮出来啊。有没有朋友喜欢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巢蜜啊？蜂巢蜜的话嚼着吃啊，嚼着吃。营养价值的话咱们不能讲，咱们不能讲啊，你们就去度娘就行了。今天做活动啊，1斤88块钱，天然野生蜂巢蜜1斤88，2斤160，4斤是300块钱，8斤的话580啊，大家自己算。非常便宜的啊，也是有史以来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蜂蜜这么多年来做的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尽快下单，有需要尽快下单，因为数量有限啊。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所见即所得啊，所见即所得，做不了假的蜂巢蜜啊，而且是这种深山里边的天然这种蜂巢蜜，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啊！有需要的朋友下单啊，我嗓子都说哑了，有需要的朋友继续下单。
咱们这个的话，把这个喷点水是干啥的？喷点水的话就是，容易把蜜蜂粘死。喷点水，它的蜂蜜不是底下那个，它就变稀了嘛，蜜蜂的话就 不容易粘死上面。这个蜂桶的话，我们刚才是从那边拿过来的啊，那里边没信号。现在的话要把这三片就不取了啊、留着，然后呢要把它放回去啊、放回原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环境啊，好环境，所见即所得，所见即所得。你看这风筒，奇形怪状，各种各样的有。这个风筒的话，我看一下，他们可能要搬回去了啊，必须搬回原位啊，放回原位。要不然的话，不放回原位的话，这个蜜蜂就回不来了。现在的话，这个蜜蜂在那个收蜂笼里边呢，那个地方没信号，咱们就不过去了。过去的话，手机就没有信号了。一会儿的话，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啊，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周边的环境多好。真的是不是特别好？你们见过这种好环境没有？啊，真的是好东西，好东西。接下来我得继续给大家取蜜啊，就给大家取蜜，大家看一下这项风好不好？这项蜂的话是一年取一次的、哦、你看上面有那个花粉啊，这个花粉特别好，只有这种野生蜂蜜一年取一次的大山蜜源才有这种的啊。你看这花粉，大家可以看一下，进去得看一下这个黄黄的这种野生花粉，就是蜜蜂自己把那个蜂巢背下去的啊、哦。大家看这一片蜂蜜，特别的好，这片蜂蜜特别好。咱们把上面那个不封盖的要切下来的啊、哦，给大家留下的，你看留下底下的话全是好的，全是蜂盖蜜，天然成熟、自然成熟的这种蜂盖蜜。不是那种浓缩蜜，也不是那种添加蜜啊，这种蜂巢蜜的话特别特别的好。也只有这种的话大山深处的这种土蜂蜜才会有这种的，一般来说的话养殖出来的话它是不会有这种的。所以咱们这个蜜的话，蜜源是特别稀缺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就是至少要比普通蜂蜜高上3到5倍。所以你看这为什么这个咱们这个价钱比较高，价钱比较高，但是质量的话绝对是一流的。我们做土蜂蜜做了12年了，土蜂蜜做了12年，每一年都是这样的，深山里面给大家一点点的取。我们今天直播间跟大家做活动，1斤88啊，两斤160啊，2斤160，4斤的话是300块钱，4斤300，4斤合下来的话75块钱一斤，4斤合下来是75块钱一斤啊。所以今天建议大家拍4斤，4斤的话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这个蜂蜜的话也比较稀缺、这个也是在直播间有的，8斤的话有的，今天都特价580，8斤给大家580。有需要的话就下单啊！这蜂蜜的话非常的好，没得说的，质量的话没得说。知道我们老客户的话都知道，咱们做蜂蜜做了12年了，不是说那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们的话所见即所得，你收到的货就是这样的。这个蜂巢蜜啊，蜂巢蜜嚼着吃啊，嚼着吃，嚼个3-5分钟，然后嚼至无味的时候把这个渣子一吐就行了啊。今天的话真的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有需要下单的朋友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山里边信号不好，信号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给大家回复的话不及时啊，屏幕的话我不怎么看。然后你们下单的客户啊，下单的客户需要哪一种蜂巢的啊，有一年新巢、2年老巢和1年半的半老巢，你们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去联系客服，直接去联系客服，在线客服的话到时候会回复你们的啊。大家看看这一片，这一片的话怎么样？这片的话也是花粉比较多的，一开始取的花粉不多，这一批蜜的话花粉比较多。有喜欢花粉的朋友，到时候拍下要备注啊，备注要花粉多的，但是我们尽量给你挑。那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话会处理，尽量割掉，因为这个的话，老客户应该都知道，花粉的话它营养价值虽然是高，但是它口感不怎么好，有点酸，有点苦，尤其是含蜜量比较不好，所以咱们割掉一部分，你看这个花粉量割掉一部分，有点干巴巴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老客户的话，喜欢这种的话就拍这种，不喜欢这种的话，你就正常拍就行了。正常拍我们一般都会给含很少的花粉，少量的花粉，不会给大家弄太多的花粉，太多的花粉弄上的话可能也是浪费啊，也是比较浪费的这种。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卡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咱们继续给大家取啊，这一箱蜂的话估计能取上个20斤左右吧，这箱蜂还是比较旺的。桶比较大啊，这种是立桶啊，这种是立桶，一年取一次，每年8到10月份取蜜，每次取一半，取一半留一半，另外一半跟蜜蜂过冬啊。
有需要的朋友，需要的那个朋友啊的情侣兄弟家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蜂蜜的话，你们买回家的话，绝对是没得说的啊！真正的土蜂蜜，真正的土蜂蜜，绝对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看一下这蜂蜜太好了，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都想吃，真的太棒了。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啊，可以下单。今天我们的话，这个活动力度也比较大的，一斤的话是88块钱一斤。往年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往年的话至少这是卖108、110多。今年的话是疫情原因啊，我们做活动，88块钱一斤，两斤的话只需要160，两斤只需要160，四斤的话只需要300块钱，4斤300，合下来75，2斤160啊，2斤160。然后八斤的话，我们算下来的话是给大家算的是580，就是70块钱多一点点，72块多钱吧。反正这个蜂蜜的话非常难得，也只有每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取。取完之后的话就是明年的了，有必须要等到明年八月份才能卖。所以这个货的话边卖边取，我们是边卖边取，保证新鲜啊。蜂蜜首先第一个要保证它的新鲜度，虽然说保质期长，但是越是新鲜的蜂蜜，刚从蜂巢里取出来的蜂蜜，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大家知道吧，口感是最好，其实它营养价值是最那个啥的，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最佳状态。如果说你要放了一段时间的话，它那个营养价值呀、口感啊什么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变化，都没有之前刚刚取出来的好啊。所以大家可以尽管下单，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从蜂巢里边取出来，又卡住了，咋回事？又卡住了。我们是从蜂巢里取出来的，从蜂巢取出来，所见即所得的，卡住了，不好意思，又卡住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蜜，所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山里信号不好，哎，不好意思啊，体谅，山里信号不好。这个蜂蜜的话，秦岭啊，为什么说是秦岭的蜜源比较好呢？因为秦岭它是中国南北的风界线，它也是世界三大蜜源地之一，它拥有成百上千种的蜜源。这种蜂蜜的话，不管说是你的鼻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啊，这种的话效果非常好，尤其是便秘啊，就是那个啊便秘的话。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啊，如果说遇到这种好蜂蜜，不要错过，哪怕你一开始不了解，你可以买上一盒回去试一试。这种是所见即所得的，直接从蜂巢里边取出来，不能做假的蜂蜜啊，不能做假的蜂蜜。新客户朋友的话，他可以下一单；老客户朋友的话，也可以去买蜂蜜啊，也可以买蜂蜜。咱们这个榨蜜的话也是全程直播的，以前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榨蜜也是全程直播的。今天是取蜂蜜的啊，榨蜜的话以后会在下一场直播给大家榨蜜。今天的话主要是取巢蜜，取完巢蜜的话，我们回家把它装成小盒子，就是我们图那个那个链接里边的啊，巢蜜蜂巢链接里边的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号链接是蜂巢蜜，二号链接的话是蜂蜜。蜂巢蜜的话今天有特价活动啊，蜂巢蜜有特价活动。大家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秦岭的蜜源的话，首先啊，蜜好是因为它环境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周边这个环境啊，秦岭大山，真正的秦岭大山啊，深山无污染的秦岭大山，周边没有任何污染的啊，这种的话，现在只有少量的农户才有这种的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我们这个巢蜜的话，今天取了，一直在取。反正就是慢慢的一点点来，每天的话就只能取上个三五十斤，就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它不是说是那种批量性质的，一天卖几千斤几万斤，咱们不可能，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知道吧？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我们靠的是啥呢？我们就是靠的是勤劳，靠的是咱们真实的一个现场，把这个东西卖给大家啊。销量不大，但是很真实啊。这个东西的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板仓这个是不要的，你看切下来很多不要的，这就是未封的啊。底下这三片的话就是留给蜜蜂了啊，留给蜜蜂过冬了，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取了，这三片留给蜜蜂过冬，我们冬天不喂白糖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它比较好，蜜源比较好，所以冬天它也一般只要留上一点，它就可以能过冬。看这个取了一下，估计有20几斤吧，可能又取了20几斤，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多的。之前的话有的时候才取的三五斤，有10斤8斤的都有。今天这个你看一下，特别好啊，特别好，上面是有点花粉，回头的话我给大家处理啊，能处理就处理，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拍的时候就备注要花粉就行了。你看这个板子上啊，板子上那个的话是紫片，就是咱们切下来不要的紫片，他们到时候就是直接给蜜蜂繁殖啊，就是把这个紫片加到那个蜂筐里边，那个蜜蜂它会护着蜂子的话，它那个蜂子才会出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尽量不浪费掉，虽然说切下来咱们尽量不浪费啊，这就是蜂子正儿八经的。你看这个环境，真的
咱们这个蜂蜜啊，所见即所得，从哪个地方取出来的，你首先还能给你看见啊。不是说有的人你看他在那个路边摊呀或什么地方的蜜源啊，蜜源决定一切。一个蜂蜜好不好，首先蜜源一定要好，如果蜜源不好，这个蜂蜜的话肯定它好不了啊。只有这种在大山里边，你看蓝天白云的啊，崇山峻岭，这种森林覆盖率高达98%啊，这种蜂蜜森林覆盖率高达98%，然后这种全是这种棒棒桶土养的这种啊，人工又不干预它，所以说自然而然这个蜂蜜它就会非常好，知道吧，自然而然的蜂蜜就非常好。如果说是你不是说是在这种环境上买下来的，现在有很多人有养殖的冒充这种的话，卖的也比较便宜，50-60块钱一盒，这乐种的话它不是这种来的，知道吧，它是这种人工半养殖性质的，它没有什么好的环境，明白吧，那个量比较大，咱们这个的话它量比较小，所以价格就高。为啥呢？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对吧，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咱们现在这个师傅的话是取完蜜的话必须把里边那个蜂蜜给它弄干净，要不然的话容易把蜜蜂碾死啊，蜜蜂碾死。这三片的话咱们是不取的啊，留给小蜜蜂过冬，留给小蜜蜂过冬。把里边的那个就是底下的那个蜂蜜必须把它刮出来啊。有没有朋友喜欢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巢蜜啊？蜂巢蜜的话嚼着吃啊，嚼着吃。营养价值的话咱们不能讲啊，你们就去度娘就行了。今天做活动啊，1斤88块钱，天然野生蜂巢蜜1斤88，2斤160，4斤是300块钱，8斤的话580啊，大家自己算。非常便宜的啊，也是有史以来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蜂蜜这么多年的做的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尽快下单，有需要尽快下单，因为数量有限啊。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所见即所得啊，所见即所得，做不了假的蜂巢蜜啊，而且是这种深山里边的天然这种蜂巢蜜，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啊！有需要的朋友下单啊，我嗓子都说哑了，有需要的朋友继续下单。咱们这个的话，把这个喷点水是干啥的？喷点水的话就是，容易把蜜蜂粘死。喷点水，它个蜂蜜不是底下那个它就变稀了嘛，蜜蜂的话就不容易粘死到上面。这个蜂桶的话，我们刚才是从那边拿过来的啊，那里边没信号。现在的话要把这三片就不取了啊，留着，然后呢要把它放回去啊，放回原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环境啊，好环境，所见即所得，所见即所得。你看这风筒奇形怪状，各种各样的有。这个风筒的话我看一下，他们可能要搬回去了啊，必须搬回原位啊，放回原位。要不然的话不放回原位的话这个蜜蜂就回不来了。现在的话这个蜜蜂在那个收蜂笼里边呢，那个地方没信号，咱们就不过去了，过去的话手机就没有信号了。一会儿的话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啊，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周边的环境多好，真的是不是特别好，你们见过这种好环境没有啊？真的是好东西，好东西。接下来我就继续给大家取蜜啊，就给大家取蜜，大家看一下这项蜂好不好。这项蜂的话是一年取一次的啊，你看上面有那个花粉啊，这个花粉特别好，只有这种野生蜂蜜一年取一次的大山蜜源才有这种的啊。你看这花粉，大家可以看一下，进去得看一下这个黄黄的这种野生花粉，就是蜜蜂自己把那个蜂巢背下去的啊。大家看这一片蜂蜜特别的好，这片蜂蜜特别好，咱们把上面那个不封盖的都要切下来的啊，给大家留下的，你看留下底下的话全是好的，全是蜂盖蜜，天然成熟自然成熟的这种蜂盖蜜，不是那种浓缩蜜，也不是那种添加蜜啊，这种蜂巢蜜的话特别特别的好。也只有这种的话大山深处的这种土蜂蜜才会有这种的，一般来说的话养殖出来的话它是不会有这种的，所以咱们这个蜜的话蜜源是特别稀缺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就是至少要比普通蜂蜜高上3-5倍。所以你看这为什么这个咱们这个价钱比较高，价钱比较高，但是质量的话绝对是一流的。我们做土蜂蜜做了12年了，土蜂蜜做了12年，每一年都是这样的，深山里面给大家一点点的取。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做活动，1斤88啊，2斤160。2斤160，4斤的话是300块钱，4斤300，4斤合下来的话75块钱一斤，4斤合下来是75块钱一斤啊。所以今天建议大家拍4斤，4斤的话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这个蜂蜜的话也比较稀缺，这个也是在直播间有的，8斤的话今天都特价580，8斤给大家580。
有需要的话就下单啊。这蜂蜜的话非常的好，没得说的，质量的话没得说。知道我们老客户的话都知道，咱们做蜂蜜做了12年了，不是说那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们的话所见即所得，你收到的货就是这样的。这个蜂巢蜜啊，蜂巢蜜嚼着吃的，蜂巢蜜嚼着吃的，蜂巢蜜是嚼着吃，嚼着吃啊，嚼着吃，嚼个3-5分钟，然后嚼着无味的时候把这个渣子一吐就行了啊。今天的话真的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有需要下单的朋友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需要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山里边信号不好，信号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给大家回复的话不及时啊，屏幕的话我不怎么看。然后你们下单的客户啊，下单的客户需要哪一种蜂巢的啊，有一年新巢、2年老巢和1年半的半老巢，你们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去联系客服，直接去联系客服啊，在线客服的话到时候会回复你们的啊。哦，大家看一下这一片，这一片的话怎么样，这片的话也是花粉比较多的，一开始取的花粉不多，这一批蜜的话花粉比较多，有喜欢花粉的朋友到时候拍下要备注啊，备注要花粉多的，但是我们尽量给你挑。那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话会处理，尽量割掉，因为这个的话老客户应该都知道，花粉的话它营养价值虽然是高，但是它口感不怎么好，有点酸有点苦，尤其是含蜜量比较不好，所以咱们割掉一部分，你看这个花粉要割掉一部分，有点干巴巴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老客户的话，喜欢这种的话就拍这种，不喜欢这种的话，你就正常拍就行了。正常拍我们一般都会给含很少的花粉，少量的花粉，不会给大家弄太多的花粉，太多的花粉弄上的话可能也是浪费啊，也是比较浪费的这种。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卡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咱们继续给大家取啊。这一箱蜂的话估计能取上个20斤左右吧，这箱蜂还是比较旺的，桶比较大啊，这种是立桶啊，这种是立桶，一年取一次，每年8到10月份取蜜，每次取一半，取一半留一半，另外一半跟蜜蜂过冬啊。有需要的朋友，需要的那个朋友啊的情侣兄弟家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蜂蜜的话，你们买回家的话，绝对是没得说的啊。真正的土蜂蜜，真正的土蜂蜜，绝对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看一下这蜂蜜太好了，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都想吃，真的太棒了。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啊，可以下单。今天我们的话，这个活动力度也比较大的，1斤的话是88块钱一斤。往年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往年的话至少就是卖108、110多。今年的话是疫情原因啊，我们做活动，88块钱一斤，2斤的话只需要160，2斤只需要160，4斤的话啊，4斤的话只需要300块钱，4斤300，合下来75，2斤160啊，2斤160。然后八斤的话，我们算下来的话是给大家算的是。580，就是70块钱多一点点，72块多钱吧。反正这个蜂蜜的话非常难得，也只有每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取。取完之后的话就是明年的了，有必须要等到明年8月份才能卖。所以这个货的话边卖边取，我们是边卖边取，保证新鲜啊。蜂蜜首先第一个要保证它的新鲜度，虽然说保质期长，但是越是新鲜的蜂蜜，刚从蜂巢里取出来的蜂蜜，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大家知道吧，口感是最好，其实它营养价值是最那个啥的，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最佳状态。如果说你要放了一段时间的话，它那个营养价值呀、口感啊什么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变化，都没有之前刚刚取出来的好啊。所以大家可以尽管下单，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从蜂巢里边取出来，又卡住了，咋回事，又卡住了，我们是从蜂巢里取出来的，从蜂巢取出来所见即所得的，卡住了，不好意思，又卡住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蜜，所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山里信号不好，哎，不好意思啊，体谅，山里信号不好。这个蜂蜜的话，秦岭啊，为什么说是秦岭的蜜源比较好呢？因为秦岭它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它也是世界3大蜜源地之一，它拥有成百上千种的蜜源。这种蜂蜜的话，不管说是你的鼻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啊，这种的话效果非常好，尤其是便秘啊。就是那个啊，便秘的话，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啊，如果说遇到这种好蜂蜜，不要错过，哪怕你一开始不了解，你可以买上一盒回去试一试。这种是所见即所得的，直接从蜂巢里边取出来，不能做假的蜂蜜啊，不能做假的蜂蜜。新客户朋友的话，他可以去下一单；老客户朋友的话，也可以去买蜂蜜啊，也可以买蜂蜜。咱们这个榨蜜的话也是全程直播的，以前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榨蜜也是全程直播的。今天是取蜂蜜的啊，榨蜜的话以后会在下一场直播给大家榨蜜。今天的话主要是取巢蜜，取完巢蜜的话，我们回家把它装成小盒子，就是我们图那个链接里边的啊，巢蜜蜂巢链接里边的那个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号链接是蜂巢蜜，一号链接是蜂巢蜜，二号链接的话是蜂蜜。蜂巢蜜的话今天有特价活动啊，蜂巢蜜有特价活动。大家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秦岭的蜜源的话，首先啊，蜜好是因为它环境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周边这个环境啊，秦岭大山，真正的秦岭大山啊，深山无污染的秦岭大山，周边没有任何污染的啊，这种的话现在只有少量的啊，少量的农户才有这种的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我们这个巢蜜的话今天取的一直在取啊，反正就是慢慢的一点点来，每天的话就只能取上个30-50斤啊，30-50斤就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那不是说是那种批量性质的，一天卖起千斤几万斤，咱们不可能，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知道吧，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我们靠的是啥呢？我们就是靠着勤劳，靠的是勤劳，靠的是咱们真实的一个现场，把这个东西卖给大家啊，销量不大，但是很真实，很真实啊。这个东西的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板仓这个是不要的，你看切下来很多不要的，这就是未封的啊。底下这三片的话，就是留给蜜蜂了啊，留给蜜蜂过冬了。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取了，这三片留给蜜蜂过冬，我们冬天不喂白糖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它比较好，蜜源比较好，所以冬天它也一般，只要它留上一点，它就可以能过冬。看这个取了一下，估计有20几斤吧，可能又取了20几斤，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多的。之前的话，有的时候才取的三五斤也有，10斤8斤的都有。今天这个你看一下，特别好啊，特别好。上面是花粉，上面是有点花粉。回头的话，我给大家处理啊，能处理就处理，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拍的时候就备注要花粉就行了。你看这个板子上啊，板子上那个的话是籽片，就是咱们切下来不要的籽片，他们到时候就是直接给蜜蜂繁殖啊，就是把这个籽片夹到那个蜂筐里边，那个蜜蜂它会护着蜂籽，护着蜂籽的话它那个蜂籽才会出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尽量不浪费掉，虽然说切下来咱们尽量不浪费啊。这就是蜂籽正儿八经的，你看你看这个环境，真的咱们这个蜂蜜啊，所见即所得，从哪个地方取出来的，你首先要给你看见啊，不是说有的人你看他在那个路边摊呀或什么地方的蜜源啊，蜜源决定一切。一个蜂蜜好不好，首先蜜源一定要好，如果蜜源不好，这个蜂蜜的话肯定它好不了啊。只有这种在大山里边，你看蓝天白云的啊，崇山峻岭，这种森林覆盖率高达98%啊，这种蜂蜜森林覆盖率高达98%，然后这种全是这种棒棒桶土养的这种啊，人工又不干预它，所以说自然而然这个蜂蜜它就会非常好，知道吧，自然而然的蜂蜜就非常好。如果说是你不是说是在这种环境上买下来的，现在有很多人有养殖的冒充，这种的话卖的也比较便宜，50-60块钱一盒，这种的话它不是这种来的，知道吧，它是这种人工半养殖性质的，它没有什么好的环境，明白吧，那个量比较大，咱们这个的话它量比较小，所以价格就高。为啥呢？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对吧，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咱们现在这个师傅的话是取完蜜的话必须把里边那个蜂蜜给它弄干净，要不然的话容易把蜜蜂碾死啊，蜜蜂碾死。这三片的话咱们是不取的啊，留给小蜜蜂过冬，留给小蜜蜂过冬。把里边的那个就是底下的那个蜂蜜必须把它刮出来啊。有没有朋友喜欢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巢蜜啊？蜂巢蜜的话嚼着吃啊，嚼着吃。营养价值的话咱们不能讲啊，你们就去度娘就行了。今天做活动啊，1斤88块钱，天然野生蜂巢蜜1斤88，2斤160，4斤是300块钱，8斤的话580啊，大家自己算，非常便宜的啊，也是有史以来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蜂蜜这么多年来做的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尽快下单，有需要尽快下单，因为数量有限啊。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所见即所得啊，所见即所得，做不了假的蜂巢蜜啊，而且是这种深山里边的天然这种蜂巢蜜，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啊！有需要的朋友下单啊，我嗓子都说哑了，有需要的朋友继续下单。咱们这个的话，把这个喷点水是干啥的？喷点水的话就是，容易把蜜蜂粘死。喷点水，它个蜂蜜不是底下那个它就变稀了嘛，蜜蜂的话就不容易粘死到上面。这个蜂桶的话，我们刚才是从那边拿过来的啊，那里边没信号，现在的话要把这三片就不取了啊，留着，然后呢要把它放回去啊，放回原位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真的是太好了，环境啊，好环境，所见即所得，所见即所得。你看这蜂桶奇形怪状，各种各样的有。这个蜂桶的话我看一下，他们可能要搬回去了啊，必须搬回原位啊，放回原位，要不然的话不放回原位的话这个蜜蜂就回不来了。现在的话这个蜜蜂在那个收蜂笼里边呢，那个地方没信号，咱们就不过去了，过去的话手机就没有信号了。一会儿的话我们会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啊，给大家继续取蜂蜜。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周边的环境多好，真的是不是特别好？你们见过这种好环境没有？啊，真的是好东西，好东西。接下来我得继续给大家取蜜啊，就给大家取蜜，大家看一下这项蜂好不好？这项蜂的话是一年取一次的，你看上面有那个花粉啊，这个花粉特别好，只有这种野生蜂蜜一年取一次的大山蜜源才有这种的啊。你看这花粉，大家可以看一下，进去得看一下这个黄黄的这种野生花粉，就是蜜蜂自己把那个蜂巢背下去的啊。大家看这一片蜂蜜，特别的好，这片蜂蜜特别好，咱们把上面那个不封盖的都要切下来的啊。给大家留下的，你看留下底下的话全是好的，全是封盖蜜，天然成熟自然成熟的这种封盖蜜，不是那种浓缩蜜，也不是那种添加蜜啊，这种蜂巢蜜的话特别特别的好。也只有这种的话大山深处的这种土蜂蜜才会有这种的，一般来说的话养殖出来的话它是不会有这种的，所以咱们这个蜜的话蜜源是特别稀缺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就是至少要比普通蜂蜜高上3到5倍。所以你看这为什么这个咱们这个价钱比较高，价钱比较高，但是质量的话绝对是一流的。我们做土蜂蜜做了12年了，土蜂蜜做了12年，每一年都是这样的，深山里面给大家一点点的取。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做活动，1斤88啊，两斤160。2斤160，4斤的话是300块钱，4斤300，4斤合下来的话75块钱一斤，4斤合下来是75块钱一斤啊。所以今天建议大家拍4斤，4斤的话优惠力度比较大。所以这个蜂蜜的话也比较稀缺、这个也是在直播间有的。8斤的话今天都特价580，8斤给大家580。有需要的话就下单啊，这蜂蜜的话非常的好，没得说的，质量的话没得说。知道我们老客户的话都知道，咱们做蜂蜜做了12年了，不是说那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们的话所见即所得，你收到的货就是这样的。这个蜂巢蜜啊，蜂巢蜜嚼着吃，嚼个3-5分钟，然后嚼至无味的时候把这个渣子一吐就行了啊。今天的话真的这个活动力度是非常大的，有需要下单的朋友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有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山里边信号不好，信号不是很好，所以有时候给大家回复的话不及时啊，屏幕的话我不怎么看。然后你们下单的客户啊，下单的客户需要哪一种蜂巢的啊？有一年新巢、2年老巢和1年半的半老巢，你们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去联系客服，直接去联系客服啊，在线客服的话倒是会回复你们的啊。大家看看这一片的话怎么样，这片的话也是花粉比较多的，一开始取的花粉不多，这一批蜜的话花粉比较多，有喜欢花粉的朋友到时候拍下要备注啊，备注要花粉多的，但是我们尽量给你挑。那这个的话我们后期的话会处理，尽量割掉，因为这个的话老客户应该都知道，花粉的话它营养价值虽然是高，但是它口感不怎么好，有点酸有点苦，尤其是含蜜量比较不好，所以咱们割掉一部分，你看这个花粉要割掉一部分，有点干巴巴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老客户的话，喜欢这种的话就拍这种，不喜欢这种的话，你就正常拍就行了。正常拍我们一般都会给含很少的花粉，少量的花粉，不会给大家弄太多的花粉，太多的花粉弄上的话可能也是浪费啊，也是比较浪费的这种。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卡了一下，不好意思啊，咱们继续给大家取啊。这一箱蜂的话估计能取上个20斤左右吧，这箱蜂还是比较旺的。桶比较大啊，这种是立桶啊，这种是立桶，一年取一次，每年8到10月份取蜜，每次取一半，取一半留一半，另外一半跟蜜蜂过冬啊。有需要的朋友，需要的那个朋友啊的情侣兄弟家的话，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这个蜂蜜的话，你们买回家的话，绝对是没得说的啊。真正的土蜂蜜，绝对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看一下这蜂蜜太好了，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我都想吃，真的太棒了。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啊，可以下单。今天我们的话，这个活动力度也比较大的，一斤的话是88块钱一斤。往年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往年的话至少这是卖108、110多。今年的话是疫情原因啊，我们做活动，88块钱一斤，两斤的话只需要160，两斤只需要160，四斤的话只需要300块钱，4斤300，合下来75，2斤160啊，2斤160。然后八斤的话，我们算下来的话是给大家算的是。580，就是70块钱多一点点，72块多钱吧。反正这个蜂蜜的话非常难得，也只有每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能取。取完之后的话就是明年的了，有必须要等到明年8月份，明年8月份才能买。所以这个货的话
边卖边去，我们是边卖边去，保证新鲜啊。蜂蜜首先第一个要保证它的新鲜度，虽然说保质期长，但是越是新鲜的蜂蜜，刚从蜂巢里取出来的蜂蜜，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大家知道吧，口感是最好，其实它营养价值是最那个啥的，它的营养价值也是最佳状态。如果说你要放了一段时间的话，它那个营养价值呀、口感啊什么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变化，都没有之前刚刚取出来的好啊，所以大家可以尽管下单，我们是所见即所得，从蜂巢里边取出来，又卡住了，咋回事？又卡住了，我们是从蜂巢里取出来的，从蜂巢里取出来，所见即所得的，卡住了，不好意思，又卡住了，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蜜，所以说是非常的好啊。山里信号不好，哎，不好意思啊，体谅，山里信号不好。这个蜂蜜的话，秦岭啊，为什么说是秦岭的蜜源比较好呢？因为秦岭它是中国南北的风季县，它也是世界三大蜜源地之一，它拥有成百上千种的蜜源。这种蜂蜜的话，不管说是你的鼻子不舒服、嗓子不舒服啊，这种的话效果非常好，尤其是便秘啊，就是那个啊便秘的话。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啊，如果说遇到这种好蜂蜜，不要错过，哪怕你一开始不了解，你可以买上一盒回去试一试。这种是所见即所得的，直接从蜂巢里边取出来，不能做假的蜂蜜啊，不能做假的蜂蜜。新客户朋友的话，他可以下一单；老客户朋友的话，也可以去买蜂蜜啊，也可以买蜂蜜。咱们这个榨蜜的话也是全程直播的，以前的朋友都知道啊，咱们榨蜜也是全程直播的。今天是取蜂蜜的啊，榨蜜的话以后会在下一场直播给大家榨蜜。今天的话主要是取巢蜜，取完巢蜜的话，我们回家把它装成小盒子，就是我们图那个那个链接里边的啊，巢蜜蜂巢链接里边的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号链接是蜂巢蜜，二号链接的话是蜂蜜，蜂巢蜜的话今天有特价活动啊，蜂巢蜜有特价活动，大家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秦岭的蜜源的话，首先啊，蜜好是因为它环境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周边这个环境啊，秦岭大山，真正的秦岭大山啊，深山无污染的秦岭大山，周边没有任何污染的啊，这种的话，现在只有少量的农户才有这种的话，大部分地方都没有。我们这个巢蜜的话，今天也取了，一直在取啊，反正就是慢慢的一点点来，每天的话就只能取上个30-50斤啊，30-50斤，就这样一点点积累出来的。那不是说是那种批量性质的，一天卖几千斤、几万斤，咱们不可能，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知道吧？咱们一年也卖不了那么多。我们靠的是啥呢？我们就是靠的是勤劳，靠的是咱们真实的一个现场，把这个东西卖给大家啊。销量不大，但是很真实啊。这个东西的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板仓这个是不要的，你看切下来很多不要的，这就是未封的啊。这些，这三片的话就是留给蜜蜂了啊，留给蜜蜂过冬了。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取了，这三片留给蜜蜂过冬，我们冬天不喂白糖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它比较好，蜜源比较好，所以冬天它也一般，只要留上一点，它就可以能过冬。看这个取了一下，估计有20几斤吧，可能又取了20几斤，这个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多的。之前的话，有的时候才取的三五斤也有，10斤8斤的都有。今天这个你看一下，特别好啊，特别好。上面是有点花粉，回头的话我给大家处理啊，能处理就处理，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拍的时候就备注要花粉就行了。你看这个板子上那个的话是籽片，就是咱们切下来不要的籽片，他们到时候就是直接给蜜蜂繁殖啊，就是把这个籽片夹到那个蜂筐里边，那个蜜蜂它会护着蜂子的话，它那个蜂子才会出来的，所以咱们这个尽量不浪费掉，虽然说切下来咱们尽量不浪费啊，这就是蜂子正儿八经的。你看这个环境，真的咱们这个蜂蜜啊，所见即所得，从哪个地方取出来的，你首先要给你看见啊，不是说有的人你看他在那个路边摊呀或什么地方的蜜源啊，蜜源决定一切，一个蜂蜜好不好，首先蜜源一定要好，如果蜜源不好，这个蜂蜜的话肯定它好不了啊。只有这种在大山里边，你看蓝天白云的啊，崇山峻岭，这种森林覆盖率高达98%啊，这种蜂蜜森林覆盖率高达98%，然后这种全是这种棒棒桶土养的这种啊，人工又不干预它，所以说自然而然这个蜂蜜它就会非常好，知道吧，自然而然的蜂蜜就非常好。如果说是你不是说是在这种环境上买下来的，现在有很多人有养殖的冒充，这种的话卖的也比较便宜，5-6十块钱一盒，这种的话它不是这种来的，知道吧，它是这种人工半养殖性质的，它没有什么好的环境，明白吧，那个量比较大，咱们这个的话它量比较小，所以价格就高。为啥呢？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对吧，人工不干预它量自然就小了。
咱们现在这个师傅的话是取完蜜的话，必须把里边的那个蜂蜜给它弄干净，要不然的话容易把蜜蜂碾死啊。蜜蜂碾死，这三片的话咱们是不取的啊，留给小蜜蜂过冬，留给小蜜蜂过冬。把里边的那个就是底下的那个蜂蜜必须把它刮出来啊。有没有朋友喜欢这种所见即所得的这种蜂巢蜜啊？蜂巢蜜的话嚼着吃啊，嚼着吃。营养价值的话咱们不能讲啊，你们就去度娘就行了。今天做活动啊，一斤88块钱，天然野生蜂巢蜜一斤88，两斤160，四斤是300块钱，八斤的话580啊，大家自己算。非常便宜的啊，也是有史以来我们这么多年，做了蜂蜜这么多年的做的力度最大的一次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尽快下单，有需要尽快下单，因为数量有限啊。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买到即是赚到，所见即所得啊，所见即所得，做不了假的蜂巢蜜啊，而且是这种深山里边的天然这种蜂巢蜜，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啊！有需要的朋友下单啊，我嗓子都说哑了，有需要的朋友继续下单。咱们这个的话，把这个喷点水是干啥的？喷点水的话就是，容易把蜜蜂碾死。喷点水，它的蜂蜜不是底下那个它就变稀了嘛？蜜蜂的话就不容易粘死到上面。这个蜂筒的话，我们刚才是从那边